这个陌生的直播间，遇到多少挫折，多少困难，眼中有泪只能往心里流淌，躲在角落独自偷偷的忧伤。曾几何时你们来到我身旁，义无反顾给我依靠肩膀，犹如雪中送炭，温暖我心房，让我从黑暗看到黎明的曙光。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帮助我的大哥小弟，心存感激，加倍努力，不会辜负大家的好意。感谢天，扣扣五二一好吗？感谢严家军的姐妹兄弟，情深似海，永远牢记，有你们陪伴，人生才有意义。谢谢大家，明天见了，家人们。谢谢所有爱亚的家人们，谢谢，我们会带着大家对我们的这份爱，一直在我们努力的方向啊，一直去努力，一直去坚持。感谢大家，明天见。